可能都是做一些很簡單的手術，可能都是刮下線啊，跟一下虛線啊樣，但是個過程就要很慢，因為這支筆它夠重呢，小朋友佢咧可以容許到佢咧，就係慢慢慢慢練嘅。你俾一支普通嘅筆佢咧，佢會為咗好快完成咧，佢就會搶嘅咧，即係唔會話真係好認真嘅。但呢支筆因為佢難咧，反而咧可以逼到個小朋友佢真係好認真咧，咁樣樣咧做啊，會啦，你咪拎嘅支筆唞一唞咯嚇 ，OK 啦，咁咪再翻嚟再做過嚇，咁就可以令到佢。那個的穩定性和個力呢，就是不知不覺的時候呢，它就是用這支筆逼了你。還有你發覺呢，它用這支筆呢，它可以在一些的隧道啊，或者一些虛線啊，它可以即是由初初可能呢 是 一條線，它可能要分開幾次用的，去到慢慢慢慢啊，它已經有個能力可以一次過做完，跟住呢你給它一支普通的筆呢，它是會覺得因為這支筆它咁難，它都可以即係做到啲有 quality 嘅嘢出嚟咧。你俾翻一支普通嘅筆佢，佢就會覺得係即係好輕鬆嘅。